这不是青梅雾吗？怎么会这么光秃秃的？从前梵音谷四季分明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种满了青梅，所以叫做青梅雾。只是近百年来的雪冻将青梅树毁了大半，后来母君下令将此地清理出来，专做赛场之用。原来如此。恭迎东华帝君，恭迎三殿下。我来迟了些许，比赛何时开始？学子们都已经准备完毕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那就开始吧。就位！诸位稍安勿躁，今日雪装比剑，参赛学子可随意挑选对手进行对决，最后留在雪装上者夺得桂冠。比赛开始。亏你说今日比赛精彩我才来的，可现在看来也颇为无聊，不如你我手谈一局如何？行啊，不过好戏才刚开始，少安无躁。请吧。这比一鸟一族的剑术同凤九几万年的相比还是弱了些，只要他小心谨慎，别从那个雪庄上掉下来，贫婆果便是他囊中之物了。你还没搞清楚他为何要这果子吗？
皇上，承让了。是本少心思不定，让九哥抓住破绽，本少甘拜下风。郡主，承让了。